很心痛的感觉。对，我每次上也是每一次看镜头，比如说今天的活动回去，然后看重播的时候，或者是有跟女朋友录下来，我的眉毛都是这样，都是皱在一起。我已经尽量就是再更释然一点去表达，可是还是纠结。可是我觉得表示就是这个唯一，每一次在唱歌的时候，那个情感都是百分之百投入，对，对不对？所以先恭喜你啦！10月9号这张新歌专辑终于正式发行了，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唯一，我已经发行了第5张专辑《慢情歌》了。那刚刚听到那个分手后不要做朋友也在这张专辑里面，我觉得真的要谢谢就是台下每一位朋友，当然还有所有支持唯一的人，大家的极力的支持。而且他就是之前有一个许个愿望嘛，就是希望可以破1000万的点击，就大家帮我达成了耶。唯一的情歌魅力真的很惊人啊。对，其实这首歌我也没有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，它才一年左右，对、啊、一年不到吧，一年不到，发酵的魅力很惊人哦。对，我觉得重点是不是说它的成绩好不好，而是我觉得很荣幸可以唱到就是大家的感触，一首这么好的歌碰到对的歌手来诠释，得到大家的喜欢。对不对？